就係呀，屏東縣長治鄉經過國道三號交流道下坡嘅台二十四線大路，沿路到落太二家下，顺风的准流水无办法排日多直接行进，还个因为亚片的水推唔得滴，故所泰路直接会淹水。故所屏东县水利处就为了规划当地的起水排水，按上一年过后就会提出下修设备计划。太水浸满的长治交流道底下的台二十四线道路，连路顺准桥的水路一直浮出来。公路总局表示，原本道路排水的设计是将水排入去屏东农田水利会的地下深圳，但是拄到地下深圳的水势太强的时节，路顺准桥的水路无法出排入去，故说路的浮啊路面方，它的断面比较大。我公路局的排水沟的断面比较小，也就造成说大水来的时候，我小断面的排水没有办法流到大圳里面。原本将负责灌溉用水的地下深圳，更加有数个沿岸的家庭废水同道路排水，使得桶水容量渐渐唔拉巴耶，故所以堵到太一路会变成满水位。但假使要用分流的疏通，又要克服土地整肃的难题。分流也是一个可行之道，但是分流要找出适当地点去分流它，而且分流地点可能要征收老百姓私人的土地问题要克服。为了事前统一，长治乡公所同屏东县水利处、公路总局、屏东水利会共同搭合过后，未来将会由屏东县水利处提出台二十四线起域排水的计划，而七大家的当地的水方，俺们来同个中央、个水利署来争取个经费，来判个整合一个规划，包含在下坡一个排水系统。水利处指出，因为地下深圳是负责农业灌排，但路顺准桥的功能主要是路面排水，下摆安用的土山引流压量中无强限制的水，而事先就当地的梯形梯势同排水的情形进行调查，预算一年过后，故一起的计划排水能够完成。下届新闻陈文林屏东报道。